我不行了，喝不了了，都三脚了。啊，要是再喝我就，喝不动了。就是，哼，这也不是你家呀，哥。文文家。不行，哥，咱俩喝这些酒，文文肯定不能让咱俩进。必须呢。看我的。看你的。在家没？没在家。家没人。你走。哎，不对。家没人谁说的话呀？对。他想逗我了。逗你那个。这俩人真是的，算了，进来吧，门没锁。瞅着没？还给我留着门呢。哥，推不开，你用用脑袋。对。哥，你干啥呢？要自杀呀？你不是让我用脑袋吗？起来。这门推不开，你倒拽呀。哥，你帮我一把。行。哥，兄弟，我看出来了，他是耍咱俩的。这次看哥的。文文，哎，不开门也行，给我倒杯水，让我醒醒酒。喝水啊，等着。你瞅着没？还是关心我呢。是。文文还是特别关心你。水。杯咋还空了呢？水呢？我喝了。再来一杯。我不喝了。兄弟，瞅着没？还给我留个小门。抱我起来。冲进去。谁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头痛了。文啊，你就是个骗子。骗子。说门没锁，咱推也推不开。就是。拽也拽不开。那你当时拉呀，他不就开了吗？没开了。谢谢你。等会儿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。你俩先在这等会儿啊。去哪儿啊这是？哥，咱进去烘烘衣服。行不行？这也拉不开呀，哥。咋办呀？没事。我知道，他藏备用钥匙的地儿，起开。这么多的。你听我的。咱别在这等了。咱上下个路口左转，胡可家。胡可家不行。沙溢在，我打不过他。你怕他干啥呀？他就会个葵花点穴手。走，我给你摆平他。这咋还不动了呢？像个孩子似的，走哪还得抱着。